你该免的免，该罚的罚。临出来前，我已经把他俩停职了，等你处置。我就想啊，这只是我们一个区的，其他区的。 阿元，阿元，阿元，你怎么了？啊，阿元，你怎么了？啊！为什么呀？怎么就换不来真心呢？叔，这些当年可都是跟着我的兄弟啊。 林玉跳吞了我。我有时候真想，我想着说把远方卖出去，我拿钱走人。可是我现在停不了，知道为什么停不了？一停就垮了。我只有做大做强，我只有做大做强之后，这些烂窟窿才能堵上。我才能用手来去收拾他们。阿远，你可不能心慈手软了。 再这样下去，咱们远方可就要完了。我太累了，叔。我太累了。 二叔，行了，差不多了吧，小兔崽子，揽起你叔来了。你不让我喝酒啊？我今天是给阿元赔罪了。阿元，我自罚三杯。二叔，别喝了，我送。我揍你，行不行？阿元。 骂叔进去也好，要不你打我，叔这心里也能好受一点。叔。